这样的，有云浮山，管理你记住，不说管理你记住哦。停车场，这第一个停车场是多的，还有第二、第三个停车场，比较远的地方都要坐接驳车，5、6分钟到这这边。哦，感觉香呢哈！中华民国107年3月18号礼拜天，农历2月初2，济公活佛圣诞的日子。济公活佛清朝转世成为张天然恩师，活佛是尊老大人。有云浮山观音莲灵宝塔，比较近的地方看到的是王母圣殿，也观到了大佛塔、王母圣殿跟神威天台山，也观到大道场都是宝光建德，宝光建德堂。